今天的中午好，我来这个地方是叫做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的厦门大学，不是在厦门的厦门大学。然后这边呢，随便走走看看一下，参观一下厦门大学到底是怎样的。厦门大学范围相当的大，前面有一个湖，就在湖边看看一下，看看景色漂亮嘛。哦，还有一些鹅，很奇怪哦，还有养鹅。湖水清澈平静，还相当不错啊。这鹅还相当大只啊。前面还有一个桥，从这边可以看过去，那些都是学生的宿舍，有很多座，看整十多座这样子，每一座都有差不多20层楼。那么这边是湖，另外一边呢，这些可能是教学的地方，等一下我走过去看一下。这个时候太阳高照，但是不是很热。行政走道很宽阔，基本上都是用砖，一块一块砖叠起来。而现在我要过那个虹桥了，刚才就是在那边看过来。这个桥做得相当漂亮，是用什么做的？木做的。就上来看一下，原来在桥这边看过去风景相当漂亮。看一下这个湖很漂亮，很美丽的。再看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好像一个舞台这样子。这里刚才看到的学生宿舍，那边可能有个礼堂这样子的。这边的行政走道就好像一个花园，还有一个大石头，知无央，爱无疆。这个是真的石头啊，不是假的石头。这个大石头还很有趣的。你好，我在湖的尾端，刚才从那个桥看到这个建筑物，所以现在过来看一下，参观这个是一个舞台。所以其实刚才看到池塘的背面，所以很有趣的。这个舞台是面向这边，然后观众就坐在斜坡，在草坪上。现在我走上这个舞台了。哇，这个时候这个大舞台很有趣，所以可能就是这边可以做一些表演。那四处都是观众，可以在这边看，很不错的。舞台的前端有一条小水道，所以观众是不可以直接过来这个舞台这边的。刚才就是那个虹桥那边看过来，就是这个舞台的后面。从这个方向看过去，景色非常的漂亮，舞台、湖。再继续的往前参观。今天星期天，所以学生都稀少，就看到几个学生出来外面走。这一栋叫做李生静楼，李生静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教学地方。有叫 lecture room。 OK， 你好。你好。
啊，请问你叫什么名？我叫邢方丁宇，是这里数学系的大一学生。哦，来这边多久了？今年是第一年。第一年呢？对。哦 ，OK， 几时开学？这里是九月开学。啊，中国学生在这边几%？大概有30%这个样子。那么其他的学生呢？是马来西亚学生还是外国学生？其他绝大部分就是马来西亚本地的学生。哦。然后还有一些外国的，比如说，印尼那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的比较多。哦 ，OK， 你是读什么系的？我是数学系的。数学系总共需要课程读几年？我们是三年制。三年。哦 ，OK OK， 那么那个其他呢？这边还有什么系？还有一些会计啊、金融这方面，会计和金融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专业，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有比如说那个医科吗？医科我们有中医系，中医系，对，学中医。工程系也是有。工程的话，好像不是很多这个样子。法律呢？没有，没有。OK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OK。这个地方是叫做百姓大楼，其实它是一个图书馆来的。这边教学主要用英文，所以有大大字写作 library， 英文的图书馆。现在我走到那个图书馆的前门，另外一边其实在前门，刚才那边是后门，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前门这些建筑啊，它的建筑规模是多么的雄伟，所以这个图书馆就是代表一个大学的心脏，学生可以在这边找资料，学生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文系功课，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大学的心脏中心了。百事大楼 People's Great Hall， 人民大会堂 People's Great Hall、其实这边看过去就是大部分的进口处，现在我才走到大部分的进口处、非常雄伟，这样子很雄伟，从这边看过去。刚才我走了很多建筑物，我所观察到的是每一座建筑物像这样子一栋一栋的建筑里面呢都坐着一个保安人员，虽然今天是星期天。还有呢，包括刚才那个舞台旁边呢也是有坐过一个坐一个保安人员，所以在这边呢保安可以讲是非常的做到位，学生们可以在这边相当的安心来这边读书，不用去担心那个自身的安全。